DJI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内置全指向麦克风，可将清晰高质量的音频通过全能手柄无线传输至 Pocket 2，让您摆脱线材的束缚。使用 DJI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之前，请先连接 Pocket 2与全能手柄。在 Pocket 2开机状态下，下滑进入快捷菜单，连续左滑，找到并点击无线麦克风图标，使全能手柄进入无线麦克风配对状态，向上拨动无线麦克风发射端电源键，即可开启无线麦克风发射端，单击配对按键，等待与全能手柄配对成功即可。若 Pocket 2屏幕顶部出现无线麦克风图标，表明连接成功，此时即可通过无线麦克风将音频信号无线传输至 Pocket 2了。此时单击无线麦克风配对按键，即可远程控制 Pocket 2进行拍照或录像。您可以通过无线麦克风的夹子将无线麦克风固定在衣领上使用。您还可以通过顶端的 3.5 毫米音频接口外接有线麦克风使用。在有风的环境下，我们建议您安装防风毛套，减少风噪。感谢观看。